在这个博派的这个 long arm 的形态下呢，这个手不应该这么长，对不起 ，OK。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它从博派的 long arm 变身到狂派的 shock wave 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呢，是先把它的手臂呢给拉长 ，OK。拉长之后呢，我们暂时把这个后面这个炮塔拿走好了。手臂拉长之后呢，就可以把手呢整个弯到这边来，他的整个手掌呢顿时间变成他的一个拇指，他这变成一个三只手的一个形式。OK， 所以这个只是他的一个手的一个手掌的一个形态，这边当然也是一样的啦。把它弯过来之后呢，外面这一边呢给拉出来，变成这个形态。OK， 接下来呢，只是要把他肩膀呢移回到刚才这个坦克车或是起重机的一个高度移过来。OK， 接下来呢，只是脚的部位。脚的部位呢，我们暂时把手移开来一下。脚的部位呢，现在你要从它整个腰部这个地方，这两片灰色的地方呢，整个给拆开来，往左右移开来之后呢，移开来之后，接着是把整个给推上去，再放下来。再来呢，是把他大腿这一部分呢，整个移开来，往上，好，移上去，是怎样 ？OK， 接下来呢，小腿的部分呢，整个的打180度。再把手放下来，接着从肩膀这个部位呢，肩膀这个地方呢，把它往里面压一下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搬过来，做了这两片照明灯吧，哈哈。OK， 最后的步骤呢，则是把它的这个耳朵旁边这个两个天线之类的东西呢，往上搬起来之后呢，整个头部，看你们看到 ，OK， 我们把它移后面一点。整个头部呢往上搬起来，搬起来的同时呢，你几乎就看不到他脸呢，就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一个造型。OK， 所以这个呢，只是 Shockwave 在 Transform Element 里面的一个屌屌的造型了。而他的身高呢，之前呢只到了这个 Ultra Magnus 的胸口的部位，但是变成 Shockwave 之后呢，他的身高呢顿时高了非常非常的多，可以说是完全高出了大概两个头的一个高度左右。而当初这个钩子呢，你现在只要在这边按一下之后呢，它就能够变成这样子，变成一个炮，就是之前那个坦克车的炮。而再把这个炮后面这个东西呢，把它给搬上来，变成这么一个的造型，砍进他手，左手或右手都可以。OK， 所以呢，这个只是 Shockwave 的一个造型出来了，非常非常屌的一个造型的一个机械。那如果说再一次拿汽水罐出来的话呢，汽水罐现在只到这边了。OK， 我看看。它的高度呢，几乎已经快有两个汽水罐的高，快有了，可以两个汽水罐的高度，所以它是一个身高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机器人。如果说我们拿之前身高也一样很高的这个Lockdown 来比较的话呢，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一样的一个高度。OK，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也不能说大，可是是说以这个尺寸来说的话呢，它变成机械的形态呢，倒是非常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它整个脸的造型呢，现在呢，你看它已经可以左边看，右边看，脚呢甚至也可以开始往前或往后 ，OK， 有一些 range 一些 movement 在这边了，所以呢非常正点 ，OK。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Animated 的 Shockwave Long Arm。